好多朋友一直在问我这个竹节啊，竹子是怎么画的？今天给大家教一下这个方法啊。先把大毛笔压平、压扁、压扁之后，两边找一个小笔刷上浓墨啊，画出来的效果它就是这样的，两边的颜色深，中间的颜色浅，再给它画上这个竹节啊。我们给大家再调一遍啊，看清楚啊。两边用小笔刷浓墨，再画一支细的，它出来这个效果，中间就是显得有高光的部分啊，画上竹节，看一下。学会的朋友啊，点个小红心，加个关注啊，经常会有直播，谢谢大家啊。